啊，大家好，这个桶来货了啊！这个桶是降温前放的，也就是大概是十二月底。然后现在来看啊，有货来了啊！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，放了好多个桶，我们这第一个桶就中标了。然后我们等一下看一下那边还有几个桶，看一下有没货。来，镜头拉过来。哎呦，椰子，我来拿个帽子给我，三分。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有多少啊？估计是刚来不久的，应该是没有多少蜜。拿个收工笼出来嘛。没多少，很轻啊。哦，这一堆，哦，这刚来的，皮都还是新的，我把它收了吧。套下面一点，把那个洞也遮住。收工笼套上来先啊，找个树枝来吊一下。前面门这套住了吗？快一点，这样子来快一点。高速收风算了，现在搞那么多飞机干嘛？哦，不知道皮有没有坠皮进去哦。等一下，哇，这一窝好重啊，应该有一匹多吧？现在我们这样把它吊着，我估计坠皮了，坠皮了，是那个皮重。嗯，拿个手套来吧，这皮刚产下的，刚来的啊。又刚来风了，你看刚来风了，只有一点蜜，没有籽啊，只有蜜没有籽。这刚来风的，拿个袋子来吧。这刚来风的啊，没有籽啊，只有蜜，还有一点点的皮，你看一点籽都没有的。这刚来没两天的，收回去啊，收回家养。有蜜进，但是还没开采。这一块也都是蜜啊。好，现在就剩下这些蜂了啊，我们把它倒进去就行了哈。这也收蜂太爽了啊，找一个地方把它吊起来，要不你帮我牵着这个头拉的拉长啊。把这个头吊起来，哦，找个地方吊起来就行了，吊起来等他们结团。大家看，这里哪里好吊的？吊这里了。那我们把这个桶拿收走啊，这个桶要先拿开，看见网有没有出来。看一下王飞出来了没有，王不在这里面啊，那我们就大胆放心的敲他们就行了。好，这个桶空了啊，来把那桶先放到底下去，不要让他们在这里聚集，等一下再放回去给他们。没了，没了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那边那个桶有没货来，这个等一下再过来收就行了。啊，这个刚来没多久的，只有一点点的皮，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底下来，从那上面把它挪到这底下来啊，这样呢采集风它就不会跑到这边来，到时候又有风来的话，它就直接在这一边了。老样子，用石头压紧。好，然后我从底下又拿了一个桶上来，我们找个在这个位置找个地方把它放了，来拿过来那个桶。
放几块石头把这顶上压着就行了。嗯，好，这个放在这里，然后我们那一窝就拿回家去过香了啊，不管它了。然后明天我们再去看一下其他上面那些有没有风来，上面还放了好几个。现在是几点？现在是3:30了，1月28号啊，下午的3:30啊，2021年第一窝风。好，我们现在拿回去过香，明天再去别的地方接着看，走。这窝应该有一匹多两匹。